7月31日，麦迪娜发文回应透露与小童海璐天天吵架一事，称私下都是认识的好朋友聊天，说好不录也没有带麦，为什么被剪出来？没有团队也没有工作人员帮我对接节目内容，才让事情变成这样，真的抱歉，影响到我的好朋友们，实在对不起，下次我一定注意，不会再被利用了，再次说声对不起。据悉，在最近的综艺节目中，麦迪娜谈起好友海璐和于小彤的过往感情，有网友表示这样公开聊朋友的私事不太妥，引发热议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